票是不是你给买的？回来就好了。但愿吧。陈爷来找过你，我跟他谈了很久。不瞒你说，我对他印象挺不错的。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，爱自己的妻子，也很痛苦。我真是挺感动的。是吗？我跟他介绍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准确的说，是什么类型的人。我是个什么类型的人？你啊，是个跟着感觉走的人，充满热情，追求美好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有呢？热爱自由。就这点儿？不喜欢被束缚，包括任何束缚。我这人就没有缺点？缺点跟优点是相对的，优点的反面就是缺点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假如你要是朱小北，我和陈岩，你会选择谁啊？我就不会是朱小北，更不会让自己落到这种尴尬的地步。那你就不犯错误是吗？至少不会犯这样幼稚的错误。哼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，我特别不了解我自己。刚才你说束缚感情，对，有的时候我想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可是控制不住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我也不是怎么，我就是做不到。你不觉得你跟朱小北的关系再发展下去，他有可能爱上你？已经爱上。可怜的人呢，我可告诉你，一个女人如果爱上一个人，一般的来说，他是想死心塌地的跟他一辈子的，你懂不懂？现在很多人都说，爱上一个人，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，只要快乐就行。要世上的女人都有这种想法就好。我不这么想，我就想一门心思的恋爱结婚。我觉得如果爱一个人不结婚的话，不过瘾。所以你早早的就把你的坟墓留在你丈夫身边是吗？哎，你读过但丁的《神曲》吗？看过。里面有一个故事，一个青年人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，爱得死去活来，神就惩罚了他们。你猜神是怎么惩罚他们的？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儿。对，神的惩罚就是把他们用一条锁链捆在一起，让他们永生永世的在空中遨游，不能分离，永无止境的遨游。假如有可能啊，我倒盼着有这么一条锁链能把我锁住呢。爱情的锁链？包括爱情。你是在幸灾乐祸啊。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，我看不见朱小北，我挺痛苦。我相信，但是你想过吗？有一天朱小北真的离了婚，守在你身边，他的痛苦可能比你现在还大。你要是真爱他，就多为他想想吧。也许有一天，等你老了，连他什么样你都想不起来了。那倒不会吧。
小北。小北。暂时没有危险了。不用不用不用过来看我，我挺好的。你放心吧，真的，你看我爷现在一大堆的事儿呢，你要来了，真的不用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好好照顾我自己。爷爷，爷爷他挺好的，我照顾他呢，你放心吧啊。没问题啊，你自己好好休息啊。那我先挂了，挂了。奶奶特别担心。怎么样，休息好了吗？吃饭了没有？回去吧，我在这儿。陈瑶瑶跟你在一块儿。没必要，你已经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了。我不累，再说我也不想你怀疑我。我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。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知道。朱小敏，我不是傻瓜。你当然不是傻瓜。你这么对待我，就是把我当成傻瓜。我一直不想把话挑明，我怕你难堪，怕伤害你。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对不起。这是病房，请保持安静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你别再为我服务了，我可不是朱小北。你讽刺我？我是可怜你，陈岩。你看看，你现在的样子多让人心疼。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？心里特别难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劝劝我。你让我好好哄哄你吧。真的，你根本用不着难过。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朱小北这么做，只能证明他愚蠢，他根本不懂得你的价值。他要后悔的，他会倒霉的，他一定会倒霉。到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干了多傻的一件事儿。果青，那种人怎么靠得住呢？那不是比杜振还危险吗？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说小北这么聪明的一个姑娘，她难道不能明白这一点吗？你说会有谁比你更可靠，比你更善良？不，我才不呢。你不什么呀？我善良什么？我不善良，我不可靠。你别这么激动。我激动了吗？我没激动啊，我没有挺好的，我没激动啊。
别这样，你别走了，坐下吧。问你一句话，你得回答我。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还是对他那么好，这说明你有多喜欢他，多爱他。我很羡慕他。可是他不爱我。你刚才还夸我呢，说我善良可靠。对，没错，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，我是这样的人。可是这样好吗？结果是什么样呢？我说不清楚，我说不清楚我自己心里的感受。反正我觉着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必须得改变自己，必须的，绝不能再这样下去。那怎么改变呢？变成像果沁那样，可能吗？那你说我怎么就这样下去了？你问我，是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以前都是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哎呀，我怎么成这样？我恨我自己。你去哪儿去？别跟着我！你给我站住！小北，小北，你去哪儿啊？别跟着我了！不是你要去哪儿啊？别跟着我！小北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怕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紧张啊？是不是他又为难你了？果欣，你明白吗？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我爷爷得了脑溢血，都快死了。他不已经脱离危险了吗？小北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知道陈岩都做了什么吗？他每天夜里都在医院陪我爷爷。我也可以每天晚上陪你爷爷啊。你少说好听的话了。我说的好听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你回来。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压力你懂吗？不懂。小白，都是我不好。其实我特别想帮你，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帮。我知道你心里特别难过。对不起，我回去了。送点东西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这什么呀？臭豆腐。你拿这干嘛呀？
爷爷买的，当时我没法吃啊，拿来让他闻闻。哎呀，你是他现在没好呢，他不行吗？我知道，让他闻闻，刺激刺激他。老朱啊，我给你带臭豆腐来了啊，你闻闻。嗯，哎，你听，有声了。哎呀！老朱啊，老朱，你闻闻。奶奶，奶奶不叫。臭啊！不好闻。那你出去吧，回去吧啊。不，今天该我在这儿。小北呢？小北回去了，我们俩轮着来。陈岩呐，奶奶想和你说句话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。啊，奶奶你说。小北呀，是我把他从小带大的。别看他现在长成个大姑娘了，也结婚成家了，可那心里呀，还是个小毛丫头，任性糊涂不懂事儿。可有一条，这孩子没坏心眼儿。小姑娘嘛，哪有个不犯点错的啊？你比她大，比她懂事的多，她呀跟你是没法比。奶奶的意思是要你对她耐心点儿，有些事儿甭往心里去，等她撞了墙吃了亏，她就懂事了。奶奶知道你心里委屈，谁心里都有委屈，我就委屈呀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奶奶不瞒你，我委屈的时间可长喽。可这一晃，这一辈子就过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回呀，你爷爷他又出事儿，我这才明白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跟我呀，是心连着心，肉连着肉。他病了，我也好受不了。他要是没了，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活。孩子，这就是亲人了。你和小北是亲人。你一定得把他当亲人看待，有些事儿呢，就能看开了。你点头了，奶奶就放心了。这人呐，活一辈子，还是相亲相爱的好。这个理儿你懂，可小北他不懂，他是个傻孩子。是个糊涂孩子。奶奶，奶奶，你看，老头子，你醒了！哎呀，你醒了，老头子。大夫。老头子，大夫，你醒了，什么事？你给我看看。吓死！这屋什么味儿啊？啊，是不是病人排便了？大夫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爷爷醒了。你看，先生，我早就跟那胡大为说过，别让他瞎折腾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折腾的人啊，他就得折腾。你要不让他折腾，他自个儿还难受呢。也不知道他判几年，谁知道啊？来吧，我最近也挺烦的。你烦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生意不好？不是，我媳妇儿她老跟我憋着。你看我怎么说你？我跟你说，人家跟你憋着，证明你还是家里人。人哪天不跟你憋着，你就没戏了。理解吧你？对，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。国舅啊，你能不能别老跟你瞎搅和了，行吗？说谁？你说我呀？啊？我还烦着呢。
你烦，那得活该。哪儿找不着个女的呀？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是，朱小北非常可爱，也很善良，是个好女人。可这问题啊，就出在这好女人身上。舍不得了吧？舍不得就要坏事了。是啊，我吧就有时候想，哎，你说等到咱们老的时候，躺在床上动不了了，你说咱能想什么呀？你还能干什么呀？还不就想想年轻那点破事儿？可你说这要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呢，那可就惨了，等俩大人等死呗。所以我就老想啊，你说咱们现在还年轻是吧，一天到晚就笨，就挣钱啊，得挣钱啊，你说等到咱哪天真挣着钱了，我觉得那时候咱们也老了，到时候动不了躺在床上，你说那时候咱还能想钱？还有你就说，咱就说这当官吧，说这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当官，到老了当一大官了，可是那时候呢，他最后也动不了了，他躺上床上，你说这人那时候还能想官吗？那你那意思是，年轻的时候你有好多女人，啊，然后你就躺那儿你就想跟那女人怎么怎么着，跟那女人怎么怎么着，他就有意思了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多少女人，这女人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跟一个有意思的女人要有一段有意思的情感。我是说呀，也许这个情感，我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，我就俗话跟你说吧，就是你跟这个女人也许连床都没上，但是你跟她就有那么一种情感，而这种情感深深的埋在你心里。哦，那就是你也没得到她，她也没得到你，然后你还觉得想起来这事儿还特有意思。正因为这是一种未完成的情感，那才有意思，才有可能你到老的时候经常回忆起来。其实啊，用不了到老，就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一边经历着不能相见、不能拥有的痛苦，一边回忆曾经在一起、曾经拥有的一切。我听着可有点晕呢。你晕呢？我还晕呢。不是你晕，你晕说明你现在还明白啊。我不但知道晕，我还感觉现在有点可怕。哼，那就别再往那坑里跳了。我是怕我做不到。你是做不到，你根本就做不到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半天了，有半小时了吧。我看你睡着了。哎，下礼拜一做手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好。那就好，我还总担心你，怕你害怕紧张，看来你现在是很坚强的呀。我这是锻炼出来的，这还得感谢你呢。李琴，我知道过去很多事情我做的对不住你，真的我做的不好，对你的照顾也不够，可是我想了，我不同意跟你离婚，我也不愿意这么干。我杜振不是那种人吗？杜振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李琴，你看啊，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有关爱情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，但不管怎么说感情还是有的呀。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跟你分手呢？何况我从来也没想过要跟你分手啊。刚才我说了我对不起你，这我向你道歉，我要用我的行动来弥补过去的过失。
丽琴，我要照顾你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这么孤独地面对疾病啊，那样我杜正也太不是人了。尽管你很坚决要跟我离婚，可是我的良心不能同意，不能同意离婚，就是这样。丽琴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还愿意听吗？我们之间呢，不是没有问题，问题是有的。说它是误会吧，也未尝不可。但关键是什么呢？是认识，是对生活的认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生活态度吧。你看啊，你呢，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单纯、善良，为人忠厚。而我呢，年龄比你大，阅历比你深，也可以说比你复杂。何况呢，我工作的单位也跟你不一样，接触的人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开脱自己，可是我也不是个圣人呐。我不知道我的话是不是能让你原谅我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能答应我吗？你还让我怎么求你吗？你说，我要不是真心的，我干嘛呀？哎，我图什么？你说离好了。李琴，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这几天我一个人睡在办公室里，我总是想到你啊。李琴，你让我回家吧，好吗？老马，你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打搅你们，我先走的。你，没事，我是她丈夫。哦，我知道你，你们先聊着啊。老马，这样，丽琴，有客人来了，我回头再来，啊。哎啊，你来坐，你，走啊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好，行了行了。哎，小王，我帮你搬家换锁的事儿，你没说出去吧？老马，瞧你说的，我怎么会呢？刚才啊，我一直在外面，我都听见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呢？我告诉你，杜振已经把梁薇薇调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是我，你又要被他骗。刚才我在外边，我是越听越气。你看，你还让他拉着你的手，还那么激动。你，哎呀，小王啊，小王，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容易受骗的女人呢。你可真是的，你。可是这没有道理啊。我要和他离婚，是他不愿意，他过来求我的。这人呐，他都有两面性啊，他做了亏心事儿，良心上过不去，这也许是真的，可他照样在外边乱搞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狗改不了吃屎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，老马，麻烦你再到我家跑一趟，拿点东西。我星期一做手术。行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别着急。我去拿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，反正我也不怕麻烦。对了，你那房子的新钥匙还在我身上呢，也方便。我难受。你哪儿不舒服啊？难受极了，快去叫他们。哦，我去叫你，别着急啊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啊。哎呦，哎，大夫，马上就到了。
他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师傅，走吧。走，好。祝我，哎，啊，那。回车师傅，跟着前面那个车啊，跟电视前面那个车，跟紧。谁呀？开门，开门，快来开门！好，等着啊！快点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来了！谁呀？快开门！警察！快！快！上后边去了。咱们那赶快走。别动了，还想往哪儿跑？我不是小偷，你就是小偷，他就是小偷。你不但是小偷，你还是强盗。我偷你什么？抢你什么了？你偷我老婆的东西，偷我们家东西。哎，你还抢我女人？你血口喷人！你入室抢劫，告诉你，你不但要判重刑，你还要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。哼，笑话，
你才要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。你们俩吵了没有？你报的案，你先回答问题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你放屁！你安静点行吗？我让你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你再回答问题，明白了吗？不许说脏话，不许骂人。你把你看到的情况再说一遍。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我回家，哎，走我们家门口啊，我就听到我们家里边啊有不正常的声音。于是呢，我就报了警。剩下的呀，这你们都看到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吧。我和汪丽琴，我们是同事。汪丽琴是谁呀？哦，是我老婆。是这样吗？就算是吧。什么叫就算是啊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警察同志，汪丽琴啊，在医院住院要动手术，让我帮忙从他们家拿点东西。人家有丈夫，为什么让你去取东西啊？说的就是嘛，他在外边乱搞女人，汪丽琴很生气，才找我帮忙的。你才乱搞女人！哎，把我们家的门锁都换了，哎，偷我老婆的东西，哎，谁乱搞女人？你是小偷！我告诉你，你抢我女人！你警察同志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和汪丽琴我们是同事，我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友谊啊！我帮他忙，哎，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拔刀相助啊！嘿，你还挺仗义的。那当然是。杜振，你敢说你不是一个大流氓吗？你才是流氓！你看看，警察同志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就再调查。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呢，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。奶奶，哎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我来，奶奶，快快快，你歇着啊。哎，好，慢点啊，一口一个口呗，别噎着眼。哟，奶奶，您还信不了我呢？我都快成一专业看护了。啊，好，哎，我来。喝奶。爷爷，哎，来喝奶啊。哎，哎，好，慢点啊。我真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，要不是你在呀、啊，你瞧这一摊。哎，奶奶，奶奶，咱不说这个。我家不在北京，你们就是我的亲人，咱不说这个啊。行吧，爷爷，喝完了吗？可以哈，哎。喝了，好，哎，好好好，喝喽。能不能和小北再好好谈谈？我知道你心里委屈。奶奶，小北父母过世的早，从小你们把他养大的，你放心，我就把他当成小妹妹。陈岩呐、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们不能光指望小北。小北要是不听话呀，咱们就不要他了啊！咱们有陈岩呐，陈岩呐，就是咱的亲孙子啊。您说的是气话，那小北真要出什么事儿了，你们还能不要他？自己的骨肉，能怎么办呢？这个小北呀，怎么跟他妈一个样，就没个满足的时候。小北跟我说过，说当年要不是他妈妈非要去成昆铁路的话，他爸爸也不会去。哼，我那个儿子和媳妇儿啊，是一个唱红脸儿，一个唱白脸儿。你爷爷呀，还帮他们说话。嗯，瞧你，瞧爷爷这个坏笑啊！你呀，又坏笑。哎，你爷爷呀。当他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的时候呀、啊，他就这么笑，就这么笑。看你爷爷
多可爱。他知道呀，我夸他呢。只有我呀，最了解他。嗯，他不让我哭，连哭都不让。奶奶，我爱你们，我喜欢这个家，您放心啊。警察同志，怎么样？他是不是证明那家伙是个小偷啊？他证明你不是个东西。我，哎，别，那你就不管我了？你读过新婚姻法吗？他要是起诉你，我们肯定管你；他要不起诉，你就烧高香吧。哎，让我靠在身，眼睛之花。想象幸福的对岸是暂时遥远，记得当初我们坚持一生不变，直到某天长了泪水的线。错或奢求太多，直到失去了幸福，彼此无法解脱。认为自己在爱，以为爱还在，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你伤害。心甘情愿和你流浪、啊、如果爱注定坎坷，只悲喜一场，且将这段回忆汇入岁月的网页。